怎么颜色变了？都像老鼠屎，是黑。你们这是橘子味的。那个不是橘子味。这个开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够甜的。我现在渴了要命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。那我可能真的陌生人。巧克力可以留着吗？不行，小零食太好吃了，我得再吃一点。你们要吃小零食吗？哦，谢。还后悔了，买少了。我带了整整整整一袋的巧克力。把糖拿过来。自觉一点，好吗？好。自觉一点，自觉一点。把糖收过来。拜。